粉丝了吗？宝儿姐，这个人可能就是跟你长得像而已。你现在好端端站在我面前，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很多。蔡小松，他跟我啥子关系？是你害死了小环。你们吕家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软骨头。不杀我吗？那就让开。是我害的小环，是我害了小环，不应该提供了雪碧理论。到底还是做什么？冯宝宝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还是一点也没变。王奶奶，你认识我？我不但认识你，我还认识你的父亲。你的父亲吴根生，我们叫他四哥。